我们知道这首歌，我们要开心一点的，感恩去赞美的诗歌哈，不要唱得太忧愁嘛。Happily and brightly， 所以这个节奏是很重要的，不要慢下来，不要慢下来。Thank you.
不错吗？有一个地方你能唱的，男生都可以，但是悲声总是很太大声。我在这边听，再说多一点点。凹口听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应该没有。没有，我们最后是拖四拍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数。因为啊，钢琴没完呢。你看，钢琴有一个 grandmother， 你们的谱都有了，最后一个 grandmother。所以我就都看着你。对了，我看你们的脸色没，很紧张都要停，没气的你。你们在哪里吸气的？最后一行在哪里吸气？我之前。Off 之前，应该是 off 之前，我们可以 transfer 好，我们已经在外面等了。好了。